安全区战略赴赛事精粹。兄弟们好，上周末秋季赛半程战罢， PONOS 一骑绝尘，半程封王， WEDGM 内战幻神强势回暖，本期讲点啥呢？来看看这局 CN 另一球王 AUK 大战防守之神海尔的攻防大战。兄弟们，小天才又上节目了，结局还要我明说吗？ CRL 春晚 NOVA 对阵 WEDGM KOH 第二局， AUK 迎来海尔的挑战，兵发矿炸打卫队乔夫球，海尔把飓风火箭改成火球滚木，火球要给古龙，全卡组就一张兵发对空，还只有减速没有输出，气球真矿爆起来，兵法也是个摆设，海尔几乎对空输出为零，但 AUK 单法费用太高，面对矿炸的狂轰滥炸也是烦躁，尤其是矿工炸弹人的坑爆，不扔个七八费根本无解。海尔赢一手节奏压制，不给出球机会，而 AUK 只要组织起完整一波，进球几乎是必然的。比赛开始，矿工之神本体直接发难， AUK 三张牌连交，狂扔九费，看得人心惊肉跳。乔夫女枪双路返场，稳健的海尔同样刀割武神六费清场，发疯的大胡子看绿皮一刀一个，还险些给了公主一刀，这局椰子 MVP 稳了。武神被渔夫勾杀至玄武门下后，两人第一回合试探结束，各自一滴血不卖，核心都已明了，但尚未暴露的辅助卡才是这局的胜负手。渔夫过河被近战法师贴脸推下河， AUK 反手分出卫队正式名牌，海尔则直接矿炸二连，抓住完美 timing， AUK 再补雪球击退还是被撕开防线，小型核弹塔下引爆，考古三巨头痛失真气护体。右路吃瘪的 AUK 左路跟上古龙奶豆，我赌你大法术是火箭，反手就被火滚二连扇了一个大嘴巴子，只能又摇又挠掩饰尴尬。但同时一个大胆的假设浮现在小天才的脑海，难道说你没有飓风？第二回合战罢，海尔转飞转血，但坏消息是等到双倍这个球拿头姐，来不及多想，知道转废的海尔桥头裸绿皮逼你节奏，智能哥布林人枪战术瞒天过海，大哥二哥卡住视野，三弟直冲塔下捅出一刀，别指挥，我们三兄弟有自己的想法。渔夫返场兵法卡位失败，海王人高合一轮塔，左路裸冲的炸弹兵也被雪球冻结，圣水满刀溢出的海尔再交后点矿工挥出四铲，并用细节滚木加武神反手再吃 AUK 八费，单倍时间矿炸牢牢控制着全场的节奏。双倍来到， AUK 沉底卫队开始运营，海尔利用残血武神做肉盾强冲炸弹兵， AUK 只得再补古龙，被海尔矿工火球正中下怀，右路只剩一千出头。左边渔夫勾死海尔唯一前排武神后， AUK 乔夫先干为敬，强行带球左路突破，但海尔刀割拦下乔夫，炸弹塔强制偏航，再补出连环兵法凝结喷火的气球，公主姐妹齐心一轮齐射，狂爆球就差临门一脚。虽然右路被一把叉捅出三刀，但几乎零对空输出的海尔防成这样绝对是出书级的。手下气球的海尔亏费扔矿炸，放胆去轰，圣水滚烫一滴不留，翻的一批的 AUK 又是九费手忙脚乱，还要被铲。右塔一块被摸进矿工火球的射程，但女枪点死兵法后，落后八百血的 AUK 慌也没用，索性不急了，反手再分卫队，时间我还有。伴随着倒计时的闪烁，两人一轮对拍，等到加时赛，海尔火球精准之岛融化古龙， AUK 中置渔夫预判短了一点，但在八个壮汉的强势围观下，女武神插翅难逃，不敢交炸弹塔的海尔桥头失守已成定局。 AUK 奶豆抢救乔夫后硬挤出五费贴边溜溜球，鱼枪组合经典配合点爆兵法，飘进狂暴结界的气球突然兴奋，开启变速齿轮，两下拆掉炸弹塔后外挂欠费，燃料不足，稳如石佛的海尔绝对自信，火球直接砸向后排，真男人从不回头看气球爆炸，兄弟们把换我倒霉打在公屏上。
虽然依旧保持血量压制，但已经亏出三费的海尔越发吃力。面对不断分路的卫队，矿炸也必须避其锋芒。两人又是一轮对牌互怼后，海尔矿工趁你后方空虚潜行入院，又是三铲，右塔已几乎进入斩杀，但耐心的 AUK 则依旧恩求不出，继续等待。没错，三倍还差最后六秒。AUK 左路乔夫带保镖逼出海尔炸弹塔刀割，自己则女枪渔夫不慌不忙继续双路收割，通吃全场。倒计时59秒 ，AUK 只算卫队已和海尔平废，但场上多出一个渔夫一把枪，隐忍了4分钟的小天才，反击从这里开始。面对双路大军压境，防守强如海尔也开始狼狈。火球被迫砸桥头，古龙狂喜进入无敌模式。见你武神兵法交在左路 ，AUK 奔跑的乔帮主温酒下肚，开始奏乐。没有人能在我的 BGM 里击败我。Double kill, triple kill, quadra kill。乔夫四杀后送上最后的王语，女枪隔阂电爆兵法同样间接助攻。球哥给爷冲！面对单刀直入的罗纳尔球，海尔最后的防线火球送上一记花铲，挂着缓速 debuff 黑血气球被撞飞10米后倒地五角。眼看即将痛失单刀，费尽狂暴结界的古龙挥舞双翼，人造飓风。坐在气球上的范迪塞尔摁下按钮，残血气球突然涡轮增压，氮气喷射，球进了！绝杀！绝杀！这一刻，伊涅斯塔、戈策、拉莫斯灵魂附体。没错 ，CNCR 绝不只有一个球王。一场防守出书、进攻同样可以出书的经典对决。海尔和 AUK 顶尖较量，但凡谁拉胯一点，比赛都将变得平平无奇。海尔这把枪在前期的节奏压制，既然不好守，我就进攻是最好的防守。矿炸压力给满，让气球失去了牙齿，血量一度领先上千。中后期，海尔面对强大的防守压力，靠兵法和炸弹塔两张几乎解不动气球的牌硬放下来，输出只靠公主塔。但没能在三倍前把对手打进斩杀，成为海尔这把被翻的伏笔。而 CN 另一大球王 AUK 这把的精髓则全在一个忍字。面对海尔这种级别的对手，自己又拿着重装气球体系， AUK 进攻端几乎没有乱出任何一个球，不给海尔一波打死自己的机会。防守端把卖血赚飞的尺度拿捏得刚刚好，让塔血一直在自己可控的范围内，最后终于运营出三倍最强一波反打，涡轮增压的气球二次加速，一波翻盘。好了，一场 CN 内战看得陈老师心花怒放，只有势均力敌的对手才有名局的诞生。今天17点 CRL 秋季赛下半程就要来了，留给8支战队的时间不多了，都给我冲！